吃也嘛袂使哩啊！来，我替你摸头戴一下吧。你也摸你的。没有，我下面是接的，是自己的。啊，当然是自己的。哎、欸，拜托，你都不会搞注意嘞。我以前的头发就很长，好不好？我知道很长啊。对啊，哎、欸，烫也是，倒是真的，那可能是多了。那啊，烫起来就多了啦。你个美人鱼啊！不是、啊，我没有烫卷皮膜啊。我确定吗？立膜，立膜烫。我也被狮子头。我很想烫哎、欸，因为你头发太多了。对啊，对啊。那个烫的时候就是要头发少的人。哎、欸、哎，少的人烫起来有没有比较不会那么蓬啊？对。哎呀、啊，而且头发会变得比较多呢哦。对。哎、欸，所以我想尝试看看。哎、欸，很好看啊。啊，真的。对啊。真的是假的？真的啊。你也能。很适合你啊，真的啦！啊，就不温度的另外多少十位啊？啊，今天哈，哎，哎，你讲肚子都肥成位了，对吧？不要去太高峰了。不会，你也去不会吗？我在问，对不对？你要胖，我是怕啥？哎，运动啊，运动啊！我有运动时间的，对啊，运动啊。那我就是看一些就是安尼啦。哎呀，刚刚恭喜来了。对啊，好久没有遇到你了。啊，今天啊，哎，你有没有风沙？有啥咪？无啦，我改去风沙。小妈咪，哦，你唔猜是啊，大家都要放假了。哦，唔是，哦，我咧还是哦，你着寒人的时阵哦，还是小弟一个啦。哦，无啦，是讲哦，诶，即摆拄好有疫情的关系。对啊，我们尾牙的厂很多都退掉了。真的，你是咧啦？退掉好几天。外公，但是外公哦，往好的方面去想，对不对？那你讲健康平安的时候，对哦，但即波疫情啊过去了，对不？对，我们再重新出发。对啊，我都想说这今。这个月要去你家给你养的，嗯，对对对对对啊，来啊，对啊，星期一，星期一，星期一聚餐，不行，我下礼拜开始很忙，随便很忙，对啊，我下礼拜很忙，没有工作难挡的对吧？没错，那我那家伙呢？我立马给他盖小姐，哦，还好，我是在厝内温顿，你不要盖小，真话都不爱，你盖小是真多，好，我不爱，对，哎呀，那边盖小我都不爱，我卖卖卖卖卖。你不爱，你不爱的啊！我不爱，我不爱，我是在厝内安尼。是你不要而已啊！是你不要而已，人家也不要啊！我工作，人家都嘛是要年轻的，没有啊？那种二十几岁的有没有？哎，二十至三十，二十至三十，三十几啊，回南归啊！现在已经三十加了，啊，三十，那一口都三十岁啊！那你后面进行，你头前回到东北去，你要讲老实话，你要讲老实话，你要讲老实话，一口那可以讲二十几岁啊！好笑的，我现在姐刚比较年轻。真的，对啊，我这边一直拉二十几，我天哪，我这没惯鞋了，我那个要搞到你搞到你那里，我就我那边搞完你呐，我就搬出来，我二十分哎，搬出来。我来，你就是一毛，就是安尼哦，你就讲我搞到我唔知要讲啥。妈，你是哦，你是都怎么变胖啊？你越来越瘦哎。然后你个乖的，你搞啊搞，我被白聊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小朋友，好了，今天讲我最好话啊，那个。好了，你唱歌，我唱歌。我变出来一盘风顺，一盘风顺啊，那个。好，我今一年无看啊，那心机大要重啊，那有，好没有？我刚才是无啊，你发到无多起来啦。哇啊！我好可怜啊。你讲啥子啊？你买个狗？我真的。你煮三年前搞过吼，你又还不怎么放假呀？我胖到五十呢。秋瓜放多大曲子？展现你的实力啊！嘿，你请求你喜欢黑夜，琪琪儿子，琪琪儿子，耳边朋友，时刻自己，你想如何去靠你的心？我是一只天狗，一盘红丝，只看你的那眼观的红光，也都因为我不慢慢的看，在你手心下容易起丢，我因为喜欢你心脏。我自己都看得出来的那种，我们要集体团购。
曾经记得。你给我炸了，你知道不？等下，唔免搁爬起来炸了。